家好，我是欢婷。今天我要来为大家介绍我们梅门年度公布台剧的文创品——茅塞顿开锦囊妙计。这次的锦囊做得非常的细致，每一个都是花8个小时手工缝制，既时尚又方便携带。你看，这边还有一个挂钩，可以勾在我们的包包上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开锦囊喽，来看看里面装了什么。有两个哎，一个茅，一个顿，刚好是我们今年舞台剧的主题，茅塞顿开。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茅，这是缩小版的小流星。小流星是我们梅门平常用来调理经络的用具，我们以这样子的概念来设计这个茅，我们让它的造型更小，更方便携带。如果想知道小流星的使用方式，请看上方连结。再来看看我们的盾，它可以用来当刮痧板，也是我们的香叉哦。我们这次的茅盾锦囊限量100个，总共有10组心法。今天抽到的心法是动时如茅，静时如盾。我们这次选用了2种木材，一种是黑檀，一种是绿檀。我们今天的茅盾锦囊就介绍到这边，欢迎大家9月份来看戏哦。